接下来我们来挑战一下猴子的地狱级。猴子地狱级的话，用这队应该也可以过。第一关先洗一回合技能。他居然风化那个位置，太浮了吧！好，杰尔把我们给带走。做个全体攻击，过儿，跟这是我自制的攻击特效音效，血量剩一滴，真的是有点坑啊！这个，这边有点危险。哦，陆雷打起来。这边是有点危险啊，这里。但是我看猎人队应该是活得蛮开心的。行，第三关，三重电击。喂，刚好电了三次。不是吧？我说你这也对我太好了吧？有这样吗？你是不是内鬼啊？电击，敌方派来的是不是？我觉得这个电击就是 Skr， 电击珠子。第五关二十连击盾，等那个跳起来，科学少女啊，变身啦，变身哦！好，现在把他给带走啊！行，觉得挺棒。好，再就是开这个。哎，刚好手消六康，哎，这是要手消六康，不然自己有点危险啊。第六关，而且刚才伤害是不是有点不够？嗯，哎，血转都不给我血转，好，过了，一个字棒。其实不是管家的，是当家，小当家吗？红根，随机康普盾。好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哦，漂亮，过了吧？是是，吓死宝宝！光暗盾，好，又挤掉什么我不知道，但是应该会过吧。好，续刷。然后等一下可不可以试验被遗忘的铁拐李？他被遗忘，哎，真的哎，因为庞贝出来，他的整个黯然失色，最佳记录啊，很好，零食。